啊，你认识他的围巾。小佳，我那脚就冲出。挂钩。Mommy said cheese.这是铁丝，给妈妈剪一道。OK。耶 ，Good job 啊！你的手给爸爸啊，谢谢宝贝关心哦。你不玩剪刀，妈妈就嗨。好的，我下次不剪刀了。对啊，你不玩剪刀，妈妈就很 happy 啊。好啦，本来应该是红耳朵，被妈妈弄成白耳朵。你给它做个尾巴好吧？比较可爱，好的，鹿刚上去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有个兔尾巴，你帮我铺洗一下，哎，轻轻的，对，不然掉了。好，给你看看。你是 Easter 出生的，你知道吗 ？Easter。娇娇臭不臭？臭。这个脚臭。有两个脚。两个脚，我们先画一个，然后剩下一个，就是剩下的一个，就照着画就好了，不用去两个都那个。我要看看。你看，我拿到自己的，这是脚，不是你的头上的脚，是脚上的脚。妈妈，爸
们看他做的假。哎，你看，哦，很烫啊，那个不要不动。太大的，哎。然后妈妈要拿个线，等一下啊。不错呀，走走走走走。以后有客人来了，你带他进来看好不好？说，你看我的房间有兔兔，我有个兔兔在我家门口，这就是我的房间。D 代表什么 ？Dorothy。Dorothy 对。